某校男女合班，若学生会由全校58班，每班派2名代表组成。假设每班都是男女各25名，每班代表的产生方式就是男女随机各抽一名。试问上述方式产生的代表是什么抽样呢？好，因为它一点都不随便，所以呢，绝对不是简单随机。那也没有每个几号每个几号下去抽，所以呢，它也不是系统。所以它是分层还是分部落？好，所以这边的问题在这里，每班代表产生是男生跟女生各抽一名，所以它分层了，它分成男生一层、女生一层，所以答案是 B，分层抽样。